你要问哪些最感动，就是这些，就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想给你支持。嗨，然后他们还没有看出来是我在跟他们打招呼，但我觉得就真的辛苦他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8月18日晚8点，锁定 CCTV 2央视财经频道《汽车之家》818盛典，我们不见不散。新动态来了，央视2024中秋晚会将在辽宁沈阳进行录制，播出时间是9月17日中秋节当晚20点，周深将会参加，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舞台，期待。另外，周深已加盟央视818盛典，节目将于8月18日晚20点在 CCTV5央视财经频道播出。不得不佩服周深歌坛劳模名副其实。周深南京演唱会刚结束，首次体育场连开，观演人数超7万人。两场异常火爆的演唱会才结束，又迎来一场盛大庆典，简直太厉害了。而周深参加的金鹰宗音乐原计划录制行程也非常紧密，档期可谓密密麻麻，这样都能安排得异常合理，不愧时间管理大师。在刚结束的周深南京演唱会上，深切感受到他的音乐对全年龄段观众的强大吸引力。两场演唱会共7万人在演出现场，据票务平台统计，未成年观众就占比约19%，约有13000家未成年观众，10岁以下小朋友不占少数。有家长陪小孩来圆梦，结果自己在现场唱得比小孩还嗨的，垂直入坑。陪着父母来看演唱会的，也有未成年人独自观演的。在周深的演唱会上，家长可以放心让小孩独自进场。周深专门为未成年人设置了未成年人联络卡，还有未成年人通道，方便独自观看演唱会的小朋友安全，特别贴心。场外也出现了家属停泊区，家长也在外面交流，并不是说他们不想去，而是票太难抢了。孩子喜欢周深，家长至少也得对周深有好感，会去了解这个人三观正不正，能不能放心去追，才会带着孩子来看演唱会。能陪儿追星是因为娃追的是周深，追一个被央视夸赞能上军舰唱歌，没有任何黑历史的正能量歌手，这样的优质偶像可以放心让孩子追。只有周深这样的正能量偶像，才能让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一起追星。一家人两代三代一起看周深演唱会，是演唱会市场非常少见的局面。看到演唱会上这么多小朋友大合唱，真是令人感叹，周深的青少年影响力真的太大了。都要知道，我都在这里陪着你们，好吗？
到现在能够在体育场开他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连续两天都开体育场，而且两天都来满了人，谢谢你们。感受这一份快乐吧，我最爱的你们。哇，我没想到这是南京的第二场嘛，我还担心自己能不能 hold 住这个台子，后面发现你们帮我 hold 住了，太喜欢你们了，我爱你们。那我们在这里发出的每个光子都会在宇宙那儿传递很多很多年，也就是说不知道多少年之后，我们在宇宙的另外一端我们又相遇了，所以我们会一直都陪伴着彼此的，对吗？如此，连媒体也热情不减。扬子晚报12日以周深南京演唱会两日连开，与亲爱歌迷同过七夕，详细的介绍了周深南京演唱会。文章说，在每天长达3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周深用自己极其稳定的现场实力感染着观众，现场精彩不断，盛况空前，场馆内座无虚席，是周深与歌迷们共同编织的一场音乐浪漫之旅，更在曲目编排上巧妙融合了七夕佳节的浪漫氛围。而新加坡最权威的中文报联合早报更是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周深南京演唱会，从抢票到高温措施，从华雅琼到每一首歌，从周深感动落泪到场外应援，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周深要不要考虑新加坡加场呢？